Hello Vogu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志友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包。其实呢，这个包呢是我老公送给我的，它是一个翻碗的铂金包，是台湾的设计师品牌，这个设计师是 Enzo Lin。 我老公说 You are my girl， 然后背面就是我的名字，然后就内心突然就是烟火这样噗尖叫了一下。武装包，不好意思，我化妆包东西真的蛮多的。首先就是最近很爱的防晒，我不太会晒黑，可是我会长晒斑，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穿运动服，这边的肩颈都会记得要补充这个。然后像我们如果去海边或者是去饭店游泳啊什么的，我都一定会擦这个，因为它还防水，然后还海洋友善，赞。保湿喷雾，它叫皇后水，然后它是超级超级无敌天然的保湿喷雾，我用超快的，我大概才用了不到两个月，已经用超过半瓶了。那我自己除了在家里要化妆的时候呢，我会先把它喷美妆蛋，把这个保湿成分拍进我的肌肤里之外，我也会随时带着它，所以有时候天气太热晒太阳脸很干啊，或者觉得毛孔都变大了，就赶快喷一下，赶快喷一下，镇定我的肌肤。这个是我一定会放在补妆包里的，就是一个气垫，然后这是肌肤之钥，算是比较近期出的，它我很喜欢，是因为它不需要再加上蜜粉就不会很黏，然后像有时候如果有点油的话，我就会直接拿这个粉扑，就不沾东西了，就是空扑，然后稍微把脸拍一拍，就是把油脂拍掉，然后拍匀这样子，这个很好用，很保湿，但可能本身我的肌肤就蛮有水分的。真的可以剪掉吗？好羞耻哦！如果我的黑眼圈或者是眼袋又跑出来的话，我就会拿出这个。然后这款遮瑕呢，台湾没有进，那它很好用，是因为它非常的保湿，然后眼下就是不怕会有干纹，然后你补妆的时候轻轻的用它附的小海绵棒轻轻的拍一拍，也可以很轻松的把跑出来的黑眼圈或眼袋遮掉。这个是我最近的新欢，就是 Anastasia 的眉胶。因为呢，我很喜欢野生眉，然后我的眉毛也有一点容易塌。画好我的眉毛以后呢，找一支眉刷，然后就会这样沾它，然后在手背上把它弄均匀之后呢，梳理我的眉毛。一刷上去，你的眉毛就会马上翘起来，就变漂亮。我干嘛要用气音啊？但这是最近发现的超级好物，然后我就默默的也帮朋友团购了大概五六个。我是一个很会洗大家的人，大家看我用的东西是不是都很想要买呢？噔噔噔噔，这个东西呢是 Rifa 的按摩棒。如果觉得脸水肿啊，或者是工作要拍漂漂亮亮的照片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使用它，就是用保养油啊，或者是乳霜，然后去按摩我的全脸。最近发现有几个穴道，很想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自己家里有刮痧板或者是一样的按摩棒的话，非常推荐使用，就是耳朵下面，就从这边开始。刮刮刮刮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到锁骨这边稍微加压一下，这里有一些穴道可以帮助你排毒放松，然后会循环。然后按好以后呢，再用这个尖尖的地方，锁骨中间这边，你就自己在这里这样子，这样单点施压，就可以把你的毒气放出去，循环变好，脸变亮，把晦气都赶走。这样喽，这样喽。突然觉得我好像师傅。好啦，我讲完了。Hello Vogue， 我是郑怡农，我今天要来介绍我的包包的里面跟外面。我这个包包呢是 Lillian Westwood 的包，那它其实品牌精神啊等等的也都是从小到大都觉得它酷，现在是一个大人了，想要有一个比较像大人一点的包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是后背包，因为我的东西通常带很多，所以找到了一个很适合自己的包包。大家好，我是 Dizzy。 那我今天带的这款包包是 Gucci 的 Diana。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带大包包，因为我觉得东西可以装的比较多，你比较可以认得出来，就是它是有这个竹子的 handle， 然后还有上面有那个荧光的 band。 我觉得这个包包很棒的是它可以放很多，你也不需要就是有额外的隔层，你可以分得很仔细，而且不会那么乱七八糟的。这个是我的急救包，里面呢我就有泡泡，这个是澳洲两款我觉得最好用的 Crease Release，
如果像我今天就是穿衣服，然后它有皱皱的，其实你就是喷这个上去，它就会不会那么皱。现在因为疫情，所以我就是平常就放一点点，就是你出去的时候，可能上车或者上哪边，其实你就 put it on your hands， 然后它就是干洗手。Hello， 波哥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举重选手郭兴春。这个包包呢，其实我有点忘记在几年前买的嘛，然后那时候就给自己一个目标，就是那一阶段的比赛我必须要比得好，我才能买这个包包来犒赏自己。很开心的那次比得非常好，所以回国之后我就买了这个包包来犒赏自己。当然最重要的女生呢就是化妆包，这边还有一个红包，因为我舅妈包给我的蜜粉、眼影、腮红、遮瑕、眉笔、粉底，然后还有有时候懒惰化妆就会上CC霜胶了，因为我有点精油的习惯了，但是因为那个精油还要带那个扩香仪，然后又要带那个精油，太多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好物，就是枕头精油，它叫静心舒眠，静心舒眠，好睡。对 ，Vogu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rene Yeo 尤雨桐，今天来看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。今天带的是这个 Max Mara 的超巨大毛毛包，因为我很喜欢毛毛的东西，然后冬天就是非常适合带一个大包包到处都可以当枕头。这包包真的非常非常能装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哈。然后再来就是钱包的部分，我钱包里面会放小茶包，每一个茶包上面会有一段精神小语 ，Lift people up to their potential and higher self， 带领身边的人发掘他们的潜能跟更好的自己。